弟子相信念佛法门，法门。现在弟子想一心持咒，待到40岁专心念佛，不知这么修行对不对？请师父开示。这种想法呀，不能说不对，也不能说你对。至于该什么时候持咒，什么时候念佛，念佛和持咒没有什么关系，它都是一种方法。只要适合你都可以，啊，也不要管40岁专心念佛，哎，这个事情做这个打算都没有意义，因为我们都要请教的，不是我，你应该请教的师父，什么是师父？戒是师，末法时期是以戒为师，所以你好好持戒，你持戒修行，自然就告诉你这条路应该怎么走了，啊，以戒为师。这样的话，既有基础，又得到今后怎么修行，它就正确了。持咒以后几年以来，不做梦或一年偶尔清梦，是否与持咒有关，或有什么征兆？啊，不做梦是好事儿，啊，不颠倒梦想嘛，是吧？曾经我看到一个是硕士啊，是可能是硕士，大约那么60多岁了。那年我见他60多岁，啊，他说我从来不做梦，啊，在秦皇岛看，他的走路啊，进到屋里见我的时候，啊，走路非常快，像刮风似的，说完就走，啊，就又刮风，又一阵风就刮没了，就是非常单纯，没有其他的，所以这样人他不做梦，在别人看来就是说不文明，啊，不谨慎。实际上是一种修行，啊，是吧？怎么修行？修行完吗？是吧？能休息吗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他这么做呀，我当时我很认可他，啊，虽然他来去像刮风似的，啊，但他说的话我相信，确实他不做梦。因为不做梦的人心里特别直，说完就走了，哎，就没有什么啰嗦事儿。我先跟你慢慢唠啊，谈点啊，那些事儿都没有，就直来直去，后来我再没看到，所以说不做梦是好，和持咒有没有关系？我想应该有关系。如果持咒，他必然心里清净啊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妄想少。问题：顶礼上庙下香和尚，请问上庙下香和尚受过五戒之后，造下堕胎罪业，应如何忏悔？言香有什么规定？这个堕胎确实罪很重，啊，罪很重。有时候堕胎不光是我们一个人的原因，由于来于社会，啊，社会，一个是家庭社会的压力。还有一个国家的政策要求，啊，所以说造成堕胎。同时呢，堕胎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你结婚了，你要不结婚就不存在问题，是不是？哎，这都是造罪业的一个必然原因，啊。所以说我们如何忏悔，首先就不要劝别人结婚。这是一种忏悔的方式，因为你结过婚啊，必然他不可能说是啊，你一次不堕胎啊，就很可能要犯这个堕胎罪啊。所以说，我们既然知道堕胎有罪，我们就不让第二个人再走我们这条路啊，这样啊，就是一种忏悔的一种方式啊，忏悔的话应该是。赞成，佛教的戒律上也有规定，不允许给人做媒，啊，给人证婚，这都是不允许的，啊，有人给人证婚、做媒都是违反佛的戒律，啊，是不允许的，特别是出家人更不允许这个，啊。
所以说堕胎如何忏悔，可以做取向忏，因为它属于杀生罪，得取好像礼佛啊，最后取见到好像，好像就是见佛见光见华，佛来摸顶啊，这才是罪业才能清的啊，可以做放生啊，这样来忏悔。言相有什么规定？我不知道他指言相指什么说的，还是言壁上言相，估计是指这个说的啊，个别上言相，这没有什么规定啊，就是说点着香了以后啊，有的是弄一些香头啊，直接就啊，有的沾一点东西就坐在上了，香烧到根儿的时候把它烧着了。等到有的燃香就拿那个香火头着着这么长香火头直接啊就燃上了啊，直接燃啊，这个燃香啊，这个功德很大的啊。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师傅啊，因为天旱不下雨啊，他就燃香，这面燃着香，外面就打着雷啊，这面现在阳着了，阳着了，你还沿着响，外面就雷就轰轰就开始响，啊，就开始打雷下雨，啊，这功德是不可思议的。还有一个人有病，啊，坐在屋里，在隔壁屋，他在隔壁这屋沿响，这屋他并不知道这屋有人沿响，哎，等这屋沿完响到那屋一看，他说：“哎，刚才我病好多了，啊，好多了。”这个沿响的功德非常殊胜。它可以生长到大定力，啊，能扛住这个火的痛苦，啊，能为众生去想，必然产生定力，定力能转一切事物，啊，所以说燃香是好事儿，啊，但不要燃的太大面积，有的燃这么响，都干脆都不好，啊，在胳膊上，那孙小鹏就燃那么大块，那燃太多，啊，那没烂，那个感染就不好了。啊，一炷香两炷香就可以了，盐太多就不好，影响工作了，是吧？啊，不能贪功啊，不能贪功。说盐一支香啊，有多大功德？那我盐十炷香功德就更大了。你要贪功啊，这功德就小了啊，别贪。第三个，受五戒一定穿礼忏衣吗？还是可以穿，关于穿的规矩啊，这个礼忏衣啊是不允许常穿的啊，只是啊忏悔时候啊诵戒时候上殿时候才可以穿啊，其他时间是不允许穿啊，这个是这么规定啊。第四个，我妈妈是妇科医生，造很多的杀淫业，如何忏悔啊？刚才我讲的就是说多放生啊，多放生啊，这个很好。另外呢就是应该多忏悔啊，多礼佛忏悔，总有一天会忏悔掉的。不管多大的罪业啊，只要是虔诚的忏悔都会忏掉的啊，这样应该有信心。五，顶礼上庙下香和尚，请问上庙下香和尚没受戒，但平时以戒要求自己行吗？是可以的，啊，但是受戒和不受戒就不一样，受了戒再用戒要求，他就在心里行；如果没受戒，以戒要求还在表面上，啊，还在表面。第六。对患忧郁症病人应该怎样帮助？经常有自杀倾向，忧郁病人呢怎样帮助？首先就打开他忧郁的结。现在的忧郁结在哪块呢？就是说他并不缺吃缺穿啊，就在于没有道德，没有方向啊，苦闷，因为人都是以金钱为标准，所以以金钱为标准，就是好的人时间长了也都会啊得忧郁症的，或有自杀倾向，没法活了啊，也不是自己吃不上，
也不是自己挨冻了，总觉得这个世上没有意义啊，没有意义，人生活没有感情啊，没有真情啊，没有道德，除了钱就是钱，父母跟儿女也是钱，儿女跟父母还是钱，那朋友就不用说了，吃喝是朋友，不吃喝就不是朋友了啊。所以说众生都为这个钱，这个钱本身就是个毒药啊。不管你有和没有，只要你追求了钱，他的痛苦必然要成啊，要生出来，要生出来。所以说这个痛苦啊是很重的，所以说我们应该啊，这个对这样的病人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去开始。一个，不要贪恋啊，不要贪恋。我经常跟有的人讲啊，我说放下你的财产和企业，他说我那怎么活呀？我说你捡着吃呗，垃圾箱有捡点吃啊，嗯、啊。虽然他听的是一种笑话，但他的心结一下打开了啊，他从来没想到我这一生可以捡着吃还可以活着，他以为呢只要是吃不上我就得死了啊。我说你看我们都要吃呢都能活啊，所以一句话，人都是在这个转不开这个劲儿，只要放下我们的贪心和执着就能够得到解脱啊。所以忧郁人往往是道德不充分的一种表现，过去的人没有这么多忧郁症，你就1960年也没这么多忧郁症啊。为什么现在的忧郁症条件又这么好，电视也多了，你说电视什么节目都有，树也多啊，娱乐也多，吃的千奇百怪，为什么还生起这么多忧郁呢？啊，就是人这个追求心不断。啊，人们的幸福不建立在物质需要上，而建立在什么上呢？互相比上。啊，互相比上。你比如说，有个居士啊，吃个馒头啊。你比如说你们俩吃个馒头，这个馒头你吃到馒头他喝个粥，你就感觉吃馒头的人你会感觉什么？很幸福啊，他喝的粥我吃的馒头，这很光荣。吃馒头能不能带来光荣？不能，是因为把它比下去了，你这光荣才起来的。啊，要大伙都发馒头，你那种光荣就没有了啊。要是别人发油条给你吃馒头，你就感觉你很低落啊，很忧郁啊。所以说人的这个忧郁症啊，大部分都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？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啊，别人痛苦了他就感到满足了啊，这就是我们心胸狭窄的一部分啊，和愉快的一部分。所以说我们应该啊帮助人，应该处处的去帮助啊，去布施啊，去舍啊，这样的话才能脱离这种这种分别啊，这种分别。另外对钱应该看开啊，看开。对这个社会有一些这些症状啊，比如说崇拜金钱呐、啊、崇拜物质啊，我们应该看开，经常和一些善知识在一起，经常读佛经啊，这样的话慢慢就转过来了啊。为什么咱们僧团一定要生存在这个海城这一带？也就是为这个原因，就看到了众生因为金钱的关系而且活不下去啊，没法活了。如果他们都知道没钱的什么事儿都不行了，人就像啊进入一个大黑锅底，没有出路了，一片是黑暗。如果知道了还有个僧团他不要钱还能活着啊，对人来讲就是一种希望，一种解脱之路啊。所以能给人能有一个啊生存的一点希望啊，所以咱的僧团一直没有进入山里和这有关系，要不早就进大山里修去了啊。既然不要钱又一顿饭什么都不需要，我们在这里喝苦来是不是？那赶紧大山里不挺好啊？而且咱这里的僧人都喜欢进山啊，但是为了众生的苦难啊，也是为了让众生有一个希望，所以我们没有进山，就是这个目的。也就是说
患忧郁症的病人太多了，不光是他们，连我们普通人都有忧郁症，啊，愁三愁四都有，啊，只是没他重而已，啊，因为学佛了，所以不能自杀了，啊，如果不学佛，啊，如果再没有这个金钱界的话，我想人自杀的可能更多。七，请师父开示三十小二光碟的内容是不是如法？如果不真实，是哪方面的？这个三小院我看了一下，啊，这个净空法师很提倡，啊，很提倡，讲了一些三贤呐，通过诵地藏经啊，得到了一些感应，治好了很多病，啊，这也不是说不可能的事情，啊，因为佛经啊，读了必然要治一些病，啊，就现在练气功，他也治病啊。也不是气功就什么病不治了，啊，他也治病，但是呢，我想这和了脱生死没什么关系。我们学习佛法不是为了治病，啊，是应该是为了了脱生死。怎样去做，啊，怎样去按照地藏王那种大愿，孝敬父母，而去拔地狱苦，让我们大伙更加的知道什么是佛法，应该怎样做人，应该从这方面去入手就好了。如果单纯表现一些病好了，就会给人造成一种误导，好像佛法就治病了。哎，要佛法要治病，那就变成了世界法了。哎，所以佛经里从来不提佛法怎么如何如何治病，因为这容易产生一种误导啊。实际上佛经很多的地方，只要有佛经的地方，治病都是个小事，必然要治病的。嗯，所以说呢，不应该提倡这个东西啊，应该提倡怎么了脱生死，怎么样去修行啊，这是主要的啊。其他的我倒没怎么看啊，应该从这方面来鼓励人们去诵经诵咒，不应该搞这些小的利益去开示，以后会造成很多人的误解。第八，我发心吃素持戒，希望这样诵的经更有效，回向给别人，主要一些有病的人、有亲人或陌生人。这想法对了，诵经念佛总有妄想，是不是因为这个有这个发心才这样？这也对，因为你总想着回向给别人，你不知道那个别人就是你自己。哎，所谓的回向，回向什么？就回向无人相、无我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就是把我忘掉，回向给别人，不给自己，就是忘掉我啊。你那总是别人好坏都是我给回向的，所以说你老有功德感，所以就妄想纷飞啊，这就不对了啊。所以有了妄想啊，所以说有时候就有了希望，他就有了妄想啊，应该把这妄想去掉就好了。回向就完事儿了啊，所谓的回向，连我都不存在了，这就好了。顶礼师父，师父你好，我是一名医生，目前在放射科工作，今年浴佛节在大悲寺收了五戒，但目前困扰，想请师父您开示。工作缘故，总有朋友熟人找我免费检查，有的人我可以拒绝，但我有恩人没法拒绝，如果我自己为他们花钱，给人的感觉并不好，而且数额很大，经常这样我也负担不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我把检查成本直接给科里，有的医院是这样规定，给熟人检查要交成本费给科里，不许完全免费，这算不算犯盗戒？请师父开示，到底如何？这个居士啊提得很好啊，我认为给成本费它也是一种盗啊，虽然没有从根本上盗，但这个利益你给盗走了，大伙儿要获利的啊，你就给盗走了，这个不应该。你像这有这些人啊，这个有来朋友来检查，特别有恩的人，经常找过人家，你求过人家，人家来求你，你不给人照
就面子上说不过去啊，怎么办？你以后别求别人啊，就完事儿了，别求人家啊。第一个别求啊，去看病去了你就该怎么看怎么看啊，这是主要的。第二个，实在妥不过去了你就给他交费，你当他面去交费去啊，你说得这单你给我，你别充好汉啊，说行了我给你照了，不用交钱了。他不知道你怎么着背后交钱去，应该叫他知道啊，说啊、哦、你来怎么，你说啊，你这你给照得了，他又不想拿钱，你还有交情怎么办，完你去交费，你说你等一等我去给你交费去啊，就完事儿了，别怕那面子下来。另外呢，他自己心里没有感觉盗窃的这个印啊，和盗窃这个感觉，他会避免以后的灾难。如果他有一种感觉的在盗窃医院的这个财富的时候，他将来会感受这个盗窃的罪恶的因果啊，因果成熟，他会要遭罪的啊。另外还有一个好办法，写个牌子啊，你牌子可以挂在你工作室了，不管熟人啊，一律交费检查，我不开后门啊，写上啊，我不开后门。完了你觉得怕别人看不着，你看着谁朋友来了，你先挂上脖子上，挂脖子，这牌拿去了，好，你不交费，好好好，不交费，挂脖你去交费去，这一次两次他就不做了啊。这个呢，这是供你参考啊，都不一定是真这样，但写个牌子很必要，挂在工作室，因为它避免了很多说话，我不是为你做的，我为所有人做的。另外学佛别怕得罪人啊，过去我也在医院工作啊，有的跟我要药啊，医院人给我要药，有时候不给啊，不给的时候你就是实际上就当面骂差不多少了啊，我这一转转他就骂这人精神病啊，他说我精神病啊，说声音很大，就说给我听的，而且还小年轻呢，啊，当时啊无可奈何，我还心里话，我要告诉你们主任呢，都可能把你工作给你开除了，啊，但是没那么做，因为这是平时造的因果啊，在没学过之前经常给人家，所以说人这回来找你了，也是考验你，啊，同时也增加你的定力。也是好事儿，后来有一次，一个院长派个人来求药，啊，完了说要点药，我说不给，我说这都得开条，他说我借点行不行？我借也不行，他就跺脚说你这人咋这样呢？我借点不行，院长在等着我呢，你说借点药还不行？我说就是不行，我说不院长我还背不住借你，我可以补。院长我就不借了，后来走了啊，气得生气走了，一摔走了，走了是花钱开的，可能是花钱开的吧，忘了。后来听说那院长在别会上表扬啊，我们医院都像他这样，我们医院早就好了，所以说这个事儿啊，就是说刚才不讲了，要发一个，就是那个，第一个要发大愿哈，发那个发什么来着？啊，出离心啊。所以说，如果一人要发了出离心，这些事儿都不在乎了啊。想发出离心，首先你得这么做，才能发出离心。你自己的情你都断不了，和人情关系都断不了，你如何能发出离心啊？出离心是清净心，所以你只有你敢断，你才能出离心才会出来的啊，它是一体的东西。有的人呢光操作做的全是与出离心相违背的，你可能吗？
所以说只有你的行为与出离心相应了啊，再加上你的正思维才能发出出离心啊，所以这个也很重要。另外呢，刚才他这个大夫讲了，说我数额很大，你别怕数额，你怕数额就不钱就不补了。我就是多大数额我也去补去，啊，原先我也是那么补，实际上我没补那么多，啊，交了几回啊，这收款处的就知道了，啊，收款处知道以后啊，这谁跟我要药，他在旁边盯着，哎，你别跟他要药，你要药跟我要，我给你。你跟他要药，他一会儿花钱都给补上了，他那工资全搭上了，啊，实际上没有那么多，啊，没那么多，就有人就护死你了，哎，只要你敢做，就有人护死你，哎，是这么个原因，啊，所以我们大家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不要害怕，啊，公司给了我们培养了福报因缘，也为出离心打下一个好基础，那何乐不为呢？是不是？这机会很难得啊。所以说在医院呢，在哪都一样，在机关也好啊，就是衙门好做事。什么叫衙门好做事？就是在官方里你实际上更好培养福报因缘啊，功德更好发挥，哎，并随着世间的走就可以。所以说这个成本费这个事儿啊，虽然是科的开了一种方便，我们不要占这个便宜。你占一分便宜，必然有一分因果在那块儿。哎，所以说一分便宜我也不占你，我和你谁都没有联系，所以说这就容易形成什么呢？无缘大事。哎，不要攀缘，一点缘不攀，我就是不攀缘。哎，大不了我就在这不工作呗，是不是？顶多你骂一下，骂我一句精神病，这个就完事儿了。下回我再找你，你不好使就完事儿了，我也不找你了。哎，你告诉他，我下回再不找你了。哎，你别生气，是吧？我这回要你叫你交费，下回我也不找你。实际上你越这么做，而且呢，反而呢效果更好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就是我妹妹一个孩子。啊，突然卡了，卡的脸呢，刷的就是这个抢的全是血，胸部全都卡的伤，啊，小孩啊，小孩那时候就是头一个，我怀疑就是脾破裂，啊，因为脸是苍白，啊，又卡的这么重，因为在医院他有一个恐惧症，想的也多，这是不是脾破裂了？马上就抱着到医院去了，坐车到医院。你是先挂号先找大夫啊，找大夫找书人找主任，那马上就找了，都能给你看，但你和你学佛就两回事儿了啊。后来呢，我不管他病怎么样，如果是死了我要担这个责任啊，我喝出命我也要守这个戒啊，虽然是不是自己的命，是比自己命还重要的。我正常挂号，挂号了，到了急诊室，急诊室都新来的大夫，都小年轻的，在我们这些老人看来的，他们没有水平，啊，根本看病根本就不找他，啊，连理他们都不理他一拳。但是呢，这学佛以后就得按部就班，在那排着等着叫人给看病，人家给看了，看完了检查、照相、化验，啊，都是交费，人家还告诉你，啊，你怎么花钱了？不用花钱。他告诉你不用花钱，我也不吱声啊，就把钱花了。最后检查结果没病，啊，所以通过这个事儿，哎，到我不敢说以前就卡的时候就有病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没病的结果，是因为这个延迟戒律的结果，不攀缘的结果，啊，这个心里既有啊。达到了不攀缘，又能把病治了，我觉得是他俩是一体的。如果延迟戒律，实际上就是个医王，啊，就是治病，啊，不是药物能治病，都在于你，啊，如果你要是能够持戒，实际很多的问题都在转，
所以说我们不要怕啊，应该敢喝出去啊，虽然心里不合适的，也应该努力走这条道。第十个，还有平时如何摄心，如何对治自己的妄想，这个刚才我讲了，如何摄心，就是看住眼睛耳朵，首先看住眼睛耳朵舌头，眼睛别看，走道呢蜗牛之地就瞅眼前一段啊，上市场了，经过市场，别人家卖西红柿你瞅一眼，卖西瓜瞅一眼，哎，那边商店又瞅一眼啊，那广告瞅一眼，这眼睛左看右看，这心里跑，什么都不看啊，鼻子别嗅啊，那边的煮什么东西好吃的味儿啊，跑到鼻子里，赶紧的走过去啊，别忘了鼻子闻啊，这是煮花生味儿啊，这不能分别，你要分别出来心就跑了。耳朵别听啊，你越不听它这个喊的声音越大啊，就好像专门往你耳朵去啊，专门盯着啊，但时间久了就会在你走道的时间中就会入定啊。入定会是一种什么效果呢？就是说眼睛看不见，耳朵听不见，鼻子闻不着，没有任何想法啊。当你走过市场的时候，你想听见的时候耳朵一下就听见了，你想看见的时候它就一下看见了，分别心又起来了，所以说那时候分别心都断了，都非常好。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修行不得力，就是这面打坐一个小时啊，想不分别，等出去了是什么都看，什么都听，什么都闻，所以说你功夫不相应，没有连贯性，所以就不成啊，不成片啊，所以应该是这么从日常生活中啊，才能够不断的摄心啊，对治自己的妄想。第十一个，不皈依一样能学佛吗？啊，不皈依本身就不能学佛，皈依是学佛第一个标准，你不皈依你怎么学啊？说不皈依我也皈，我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它不可能的事儿啊，因为你对皈依都排斥，本身就有个逆反心理啊。另外呢，皈依是师师相授，由师父给你授的三皈啊，是要替佛在受啊，它有个戒体，有戒体了，你才能够心和学佛保持一致性啊，所以这皈依很重要。第十二个，我没皈依自称居士可以吗？是不可以的啊。虽然是过去居士名称很多啊，包括善人也有称为居士，但现在的居士已经成为佛教的专用名词，我们就不要再多事了啊，应该是没皈依不能成为居士啊。有的人就不这样啊，有的说的和尚啊是教戒师的意思，只要教戒我，那就是可以称为和尚啊。有时候这个专用名词啊，都是根据我们大家教习惯来决定的啊，决定的啊，有时候它变成一种专利啊，就不能滥叫啊，所以有别出心裁，而有的搞了一些这些啊自我标榜啊，讲的自己文化多啊，这是没有啥意义啊，我们还是根据大家自然的规矩怎么叫我们怎么叫啊，说没皈依不可以成为居士啊，居士得具备五德的。十三，在大连地区很多居士在一起做佛事并且受钱，这可以吗？这是不可以的啊，别说居士在一起做佛事不许收钱，就出家人也不允许收钱的啊，这是不可以。第十四，我经常去大连寺院护士或做义工，他们的形式比如三顿饭剩一摸钱，去酒店开会并给服务员小费，这如法吗？嗯，这不如法，确实不如法。所以说我们对这样的寺院我们应该啊远离啊，远离，能改过来更好，改不过来我们远离啊，或介绍一些书啊，声音的戒律书，完了来改变这种现象。如果我们不断的护士，最后他们也不知道对和错，以为你看我这么做大伙都欢迎啊，所以有时候居士起到了一个推
推波助澜的作用就不好了。啊，四五，圣人做佛事，我帮受钱并做账，这可以吗？而且我们居士也能分到钱，啊，这是在佛教里戒律是不允许的，啊，不允许，就是做生意了，啊，做生意了，佛事啊，出家人就是布施，啊，就是布施。师父你好，关于大悲寺评论有说好的有说坏的，对我们刚学佛人来说实在分不清，导致不敢来大悲寺了。我想问问师父您这个问题应该怎样对待。好的呢是帮助我们好上加好，说坏的是让我们把坏的去掉再加好啊。我觉得他们都在帮助我们啊，都在帮助我们。有的人你要说大悲寺坏他就非来看了我，你要说大悲寺好他可能不来了啊。所以说坏呢他总得说出坏的理由，这些和尚可坏了，一天就吃一顿饭，你说这好是坏是不是啊？这和尚可坏了啊，也不要钱，你给我们弄的钱都收不着啊，你说是好是坏。哎，所以这坏和好啊，实际上没有意义啊，没有意义。所以说来不来大悲寺都不是成问题，关键是大家能够把佛的戒律弄清楚了，这是主要的，而让佛法兴盛是主要的啊，应该这么对待啊。因为不是这些师父啊不持戒啊不修行，他有时候可能把这个重要的任务留给我们了，让我们去好好发展啊，好好发展。所以机会灵，所以我们感谢他们。十七，师父你好，寺院有功德箱，古今寺院都这样，而且也出了很多高僧大德，照样度众生啊，你能解释一下？功德箱啊，这几年才有，以前没有功德箱啊，以前呢可能有和尚收钱，可能揣兜里吧，也没有功德箱，也没有几人给啊。这几年人发明了一种功德箱，这样就名正言顺的啊，弄个箱子装钱了。过去都偷偷摸摸的撕给收给师傅了啊，还怕别人看到，那时候还有点不好意思。现在就公开的了啊，变成了公开收钱了啊，不是古今寺院都这样啊，佛在世就不允许啊。所以说你像那个第二次解集的时候，那不是对这个拿钵托钱托钱，最后是700罗汉做出一致的这个定义，就是出家人摸钱是非法，不是佛法，已经定出来了啊。佛在世这么定的，而且100年以后啊，这个罗汉700罗汉又这么定的，所以这个不用怀疑啊，不用怀疑。虽然是现在寺院都有功德箱啊。我想如果我们不再搞旅游了啊，不再那个搞这些乱七八糟佛事，一点点清洗起来，哎，都抓起戒律，我想功德箱早晚一天啊都会去掉啊，去掉。这样的话佛教就像佛教了啊，这佛法就兴盛了啊。当然了也出现了很多的高僧大德啊，所以呢寺院有功德箱，也有很多的高僧大德，因为有一些高僧大德他不是一生修持啊，有时候多生修持，你像虚云老和尚、宣化上人都是多生修持来的啊。所以说他成就并不是在今生成就的，只不过是今生借这个因缘来成就自己啊，来成就自己。如果他们那时候寺院如果再没有功德箱，我想成就的层次可能更高啊，可能更高一些啊。因为虽然是当时兵荒马乱呢，人们确实需要一种经济上的努力啊和经济的保证啊，但是如果能够延迟戒律啊，宁死不弯，而且不再给自己开源，我想佛教可能更兴旺。主要这些大的慈悲心太大，一看到大伙儿的远要无力，就没有加以制止，
啊，所以造成了今天的弊病。但是今天的弊病也是大德的努力啊，把这机会留给了我们。如果都不摸啊，都已经没功德箱了，你们大伙就不知道大悲寺不摸金钱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今天能知道大悲寺不摸金钱，还是大德那些把这个机会留给了我们，啊，留给我们。要不你叫我讲什么，我也讲不出来。你要讲不摸金钱呢，我还能多说两句，啊。所以说，有很多的高僧大德，高僧大德都是清净来的，啊，高就高在不贪，啊，德就是没有金钱污垢的污染，才能称为德，啊，所以说德能造淫，有了金钱物质的污染，它就不能成为德，也不能啊成为圣，它就不能作为福田了。所以说宣化上人讲，不摸金钱啊，才是清净福田僧，这宣化上人讲，啊，讲得很明确，啊，戒律讲得很明确。所以说，很多的高僧大德都是远离金钱，远离金钱。这个问题我也在思索。你说他们那些大德，为什么他那时候就不像我这时候就敢这么做呢？还是我有德，还是人家有德？啊，我一想，还是人家照顾了全面，战荒马乱呢。那时候如果不摸金钱，大伙都不听他的了，不听他了，可能带来的弊病更多。啊。可能是权宜的方便，啊，权宜方便，所以说呢，这个事情啊，啊，大家不用怀疑啊，不用怀疑。虽然出现高僧大德，但他们的心里还是远离金钱的，啊。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心里远离？因为我们是小德，啊，甚至没德，所以说我们不能摸钱，啊。我们要设功德箱，一天就完了，啊，就是什么都没有。所以说我们德行不够，所以必须要老老实实的修行啊，不能和大德相比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啊，就是我们还是看佛怎么说的啊。佛不要摸钱啊，哪个大德也不能超过佛吧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佛不要摸，罗汉不摸，那我们为什么要摸呢？是不是啊？我们为什么不这么比喻呢？啊，说佛和罗汉都不摸，为什么那些大德要摸？啊，所以应该这么比喻，啊，别拿那些大德和我比，啊，和我们比，和我们比，我们就比不过人家了，说也说不清楚，啊，但是我们只是一个按照佛戒律去学，啊，去照葫芦画瓢吧，啊，去学，终归有一天心里会清净的。金钱这个东西啊，因为世间人都喜欢啊，特别这个时期就显得金钱的作用更大了，因为它大就是毒害大，毒性越来越大啊。你现在人离开金钱啊，就没有标准了啊，金钱是唯一的标准啊，道德反而叫人笑话，这就是当前的弊病啊。可能那些大德都是为了今天，来衬托，这个不摸金钱的重要性，也可能是这样。你比如说，在五台山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孩儿，小萨米，失忆啊，可能十一岁，可能是，啊，那时候我在堂嘛，正好摘菜。头一天我看到一个女居士啊，领个小孩儿，两个小萨米进来了，当时我没注意。第二天上斋堂呢，就是过完斋了就摘菜，那这小孩去了，啊，这女居士没去，她自个儿去了，从斋堂摘菜。我们坐在两拨，我自个儿坐一拨，哎，他们几个人坐在一起围着唠，啊，那小孩就说，啊，不要钱的才是真和尚，还突然说那么一句，不要钱才真和尚，啊，那是我对金钱，也有疑惑，我说我是不摸钱不要钱啊，那时候主要是不要钱，我说对是不对 啊也有他的疑惑，是不和大家不一样，人都拿钱，为什么我不拿呀？我见了就反感的
啊，心里一看拿钱，心里有一种痛苦，啊，非常非常大一种痛苦，哎，那时候也挺犹豫啊，没想到这个小沙弥啊，在那边说，嗯，就说不摸钱才是真和尚，那这心思才稳当起来，啊，这以后再坚定了啊，知道这条戒律是对的，嗯。后来就听宣化上人讲清净和尚，啊，这会儿这才放心。这条戒律也是来之不易的，啊，所以说我们这个时期的人有福报，我们有福报，哎、啊，虽然那时候高僧大德被除啊，他们有他们的福报，我们有我们的福报，我们今生啊能有一个不墨贤的榜样，对我们来讲。是非常难得，啊，也正是对症下药，啊，所以大家呢应该珍惜佛这条戒律，啊，应该好好思维，啊，应该更多人不去摸金钱，啊。这个照样度众生，啊，度众生可就不一样了，啊，有深有浅，啊，有深有浅。人家有的可能那方面特长啊，可能度众生比较好，但在戒律这方面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戒律会使佛法久住的。啊，过去七佛在世的时候，有的持戒严谨，有的持戒不严谨，不严谨的佛法住持时间很短，严谨的佛法住持就时间长。我们想要佛法住时间长，必须严持戒律，啊，所以度众生有深有浅。啊，这也不是说，嗯，就是说拿钱啊，就不可以度众生了，还有别的方面，啊，别的方面。但是呢，终归是功亏一筹啊，啊。虽然我们不拿钱，但我们其他方面不如大德，啊，我们还得努力。第十八，佛法有方便之说。在度众生必须讲究方便，是这样的，是方便。什么叫方便？方便就是方法，不是随便叫方便啊。有的把这个方便变成随便啊，随意啊，叫方便。方便是方法。什么是方法呢？就是啊，不变啊，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这是方法。如果你变了，那就是下流了，不是方便了，啊，也不是方法了。所以说，只有不变的前提下才有方法，啊。刚才我跟大伙讲了，啊，那个有病的，我抱着看病那个，啊，没有采取任何方便，反而就没有病，啊。你当知道没有病，既又没违反佛的戒律，又没有攀缘，而且呢，又事情结果又没有病。你心里得升起多大的欢喜，哎，如果你找人去看了啊，也可能是没病，但是你违反佛的戒律，那个痛苦是长久的啊。所以说五阴之苦啊，就是世上有八苦啊，八苦不算苦啊，八苦不算苦。什么是苦？没有佛法，没有佛的戒律是最苦的啊，这个是最苦的，比死还难受呢，啊，所以说应该看这个。所以说，只有不给自己开方便，啊，便是方便，啊，不开方便就是方便，啊，有的人因为开了方便，人为的开方便会导致因果的转换。如果你不开方便，因果反而不昧，同时呢。方便会升起来的，方便是什么呢？是从自性流出来的智慧，叫方便。所以度众生必须讲方便，这对。讲什么方便？就是宁舍不弯，啊，宁舍不弯，严持戒律，啊，也就是说，持五戒吧，啊，杀盗淫妄坚决不犯，那便是度众生。心外无众生可度，啊，什么是众生？贪嗔痴是众生。你因为哪个人是众生，那就错了。我度哪个人，那不是众生，那只是个形象，
啊，是个影像。什么众生？贪嗔痴是众生。你既然叫度众生，你就得去掉贪嗔痴，去掉贪嗔痴就是度众生。哎，所以说你去的去度啊众生，去掉贪嗔痴，那你这个方便，什么叫方便？哎，是只有言辞戒律才是方便。啊，所以说这个看法可能和别人想法不一样，但是大家可以视为啊，是否有道理。十九，师父，别人和我说，大悲寺归来不看僧，五岳归来不看山，师父你理解吗？这还真不理解，大悲寺归来不看僧，所以说我不太理解这句话，但是我想啊，大悲寺归来，什么叫归来呢？就是回归，啊，回归呢，不要往外找，啊，你找什么都没有用，你看僧看山都没有用，我刚才讲了，啊，一切都是自心所换，啊，只要看住你内心，不往外求啊，这就是叫归来，啊，这叫归来，所以说我们不要着相，啊，心外无众生可度。第二十个，师父，大悲寺能否在大连开设下院？这个原先还真想过，啊，原先那孙居士也提过，说大连那个地方挺好啊，咱能不能借个小寺院呢？是不管是女众啊，是男众，在大连开个寺院。我去了大连几次，一看那个风景确实挺好，啊，临着海啊，确实很好啊。但是呢，什么时候有机会，那是以后的事情，现在不可能，啊，因为咱的人少，还得维持这一段的修行，啊，修行。另外呢，大连那边呢也有很多寺院，啊，再有我们这些居士不断的努力，啊，我想，就不开下院，它会成为佛的下院，啊，这样就更好了，别成为大悲寺下院，啊，大悲寺不是标准，佛的戒律是标准，啊，我也感谢大家这种希望啊，希望。原先真想在瓦屋店那时候想建立一个寺院了，啊，有个林场，说能看到海是什么，是吧？后来找到宗教局，办的事情还算顺利吧，但后来就是不了了之，啊，不了之，这个也是因缘，啊，也是因缘。你看不在那块儿，那块儿可能就背不住生出一个很好的寺院出来，啊，原先这个。海城也没有这个大悲寺引带这块儿，啊，你看我们就突然就落这块儿，啊，我都没想到，我那时候还说，上哪去不上海城去，啊，海城他怎么，他有钱那地方，有钱地方我不去，我哪穷地方上哪去，啊，自个儿的想法都做不了主，啊，有时候你他这地方，啊，就落在这地方，别的地方还真的不让你去。到哪个寺院，给你寺院也成不了，借寺院也成不了，最后就得到海城，啊，也有他的道理。因为海城这个地方，就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，四通八达，便于弘法，啊，便于弘法。另外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对佛教的要求，啊，不是那么特别苛刻，啊，虽然发生一些事情，啊，但相对来讲不是那么苛刻的，啊，还是不错的。啊，给一定空间，啊，这也是因缘啊。什么因缘？原先我母亲在60年的时候，经常上这唐王山这一带去换点什么白菜帮了、什么萝卜了，回家去吃，可能也是欠人账，可能就过来了，是吧？哎，这都是个因缘啊。不管什么因缘啊，我想
既然大连啊很多居士能到这来啊，我想大连必然有佛的下院，啊，这有佛的下院就是咱们的院里。好，今天先讲到这里吧。啊，还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再提一提啊？那修修修，咱们修修修，咱修修修，讲一下吧，好吧？啊，好。啊，礼佛一拜吧，礼佛一拜。